欢迎来到草丛哈，欢迎来到座上课。大家好，我是应真，因为来到节目当中，给后朋友来是叶玉婷，欢迎玉婷。大家好，我是钟婷。先恭喜你，2022哇，无轻松呢，有一个想法，有专辑，我同大家来见面嘞。是啊，你可以转型了，转型十首歌，十年养成计划耶！哎，叫咱讲伊十年难哟，十年较简单，用转型较难的嘛。哦，对俺来讲，好的呀，哎呦。那我们现在聊聊刚才那两首歌曲，《Yourself》跟《Say》，算是比较近年的歌曲吧。嘿，我听完之后想问一个问题：当妈妈之后会改变嗓音吗？因为它跟你以前应该是同步啦，但还在。这些的唱法好不一样的。当妈妈是因为每天吼小孩，所以声线改变了。直接嗓音改变了是不是？没啦。那你叫爱去打声音的时间，然后小弟弟生他之前啊，有去请平常或唱口，还是有一些专业是需要找老师去学习，然后让自己进步。那你老说你压根嗓音过一点，你打。狗 Q 变到某一种心境的不一样，因为词我觉得也差好多。Yourself 这首跟 Say 这两首，好有那种结了婚生了小孩子，真的吗？真的吗？因为以前的歌词我觉得很无所畏惧，可是现在开始会比较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啊？真的是人生有很多没这么简单，某上都按电单，我会按狗的事情。其实爱给创造，爱下个狗 Q 都会。日常的生活中的经历，然后去日记歌曲，有一点像是，就是我那段时间可能就会有发生某些事情，然后有些心情有某个想法，就会下周公休安装。可是你的歌曲很多，用不会胆枪说会发音，怎么说会发短信？里面那底最近还有在 Facebook 边书有 po 给，就会爱变成给爱别离谱给天阳给其中一位女主角导演那个时候给就讲。看他个天阳以后啊，就会有你想要第六位女主角后面的生活会是怎样？比如像啊，一进二阵机做一些是可能跟电影相关的一些就是什么的场景。而且里库亚是天阳诶，插曲里面有一首歌就会灵潭街嘛，龙潭的灵潭街。然后，嘿，韩流片尾。然后我就是想说，那我就是做一张 EP， 把电影跟这两首歌是标明的。前阵子我也有写了一个新作品，嘿，然后很多女人，大家一定要去听玉婷的歌，尤其嘿周妈妈的，可能我自己是女生吧，那个做工，真是的，真是就会躺给狗，有一种疗愈的感觉。你给狗有按揉，就会共鸣，整个呼吸，喊狗嘿气感给听呀，所以你陪我上给时间都变过，都用自流，有按揉按揉，某天会死皮给狗诶，给尬死，你给声音。阿妹阿妹，我想要唱一首歌诶，你想要本地唱哪一首歌？应该还是你个性本身压条歌啦，你没压条歌就会看那个 S N 你从下车的被狗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生第一个小孩，用 P 压 S N， 一个家庭一旦有了小孩，有 S N 以后，跟世界嘿正经会变多亲毛兄的，嘿，诶嘿讲嘿压哈，结婚过后想要用 S N 啊，不过。有一些的 King 同一些的阿里从印证差不多按你颜色给你，你会推荐哪一首歌？还蛮有声音的哈。对呀、啊，应该，因为你毕竟很有资格来推荐。三个，应该知道会 Be Yourself， 在下两条狗的世界，你的森林之王嘛。OK， 应该的。然后有一只声音阿妈会记很蛮，就是唱给爱一两个 Forever Young， 因为年轻。所以你可以很勇敢地去，可是当了妈妈，然后你有了家庭之后，你就没办法就会说你想干嘛你就干嘛。那他通常的时间，基本的狗有可能会给行动度，不要他躺在这个时间，勇敢在那边用眼神嘞，都有干过给干过，有可能搞在身边狗有难用没用用嘞。所以我觉得叶玉婷应该是每一个女孩里面心中都要有一首叶玉婷的歌曲。下次你家他对你的女婚很大很大，你知道我用完了妈妈的歌声会掉音。我们一有唱到叶玉婷，我都见得懂得。安之谁？谢谢玉婷，谢谢，怎么你？